客书名人手一本，因为连载32年的经典漫画《樱桃小丸子》完结篇，25号耶诞节正式开卖。作品はずっと永遠なので、私たちの心の中にマルちゃんはずっと生きてるなと思ってます。漫画封面写着“完结”两个大字，让粉丝感伤不舍。因为作者樱桃子今年8月因为乳癌过世，让漫画连载不得不画下句点。这次的完结篇收录了7篇新故事，只不过之前曾流传的小丸子结局，譬如小丸子会和花轮结婚以及爷爷过世等剧情都没有出现。嗨，みんな集まって、ちびまる子ちゃんが始まるよ。圆圆大脸、招牌红色吊带裙、卡哇伊的小丸子，不论大小朋友都喜欢。1986年，樱桃小丸子开始连载，推出17本单行本，累计销售量更达到3200万本。不光靠着漫画奠定高人气，随着小丸子被拍成动画电影，更让这个9岁的小朋友创造23兆商机。こんばんは、さくらももこです。ちびまる子ちゃんは1986年漫画として誕生し、1990年1月7日に放送がスタートしました。樱桃小丸子推出漫画完结篇，也确定这个家喻户晓的卡通人物将永远以9岁的形象留在粉丝和漫画迷的心中。三立新闻文娱报道。